好贴心啊，一直扇风。秋姨是真细心。我觉得你主要在扇我。我就在扇你啊。很棒。哎呀，甜蜜呀、啊。那我来扇这个。里面落单了吗？这个是什么呀、啊？那这个没有烤盘吗？根源还没来哈、哦，新疆买买提。当秋儿日生活是最难的一步。什么时候能吃啊？所以明天下午吧。都明天晚上。先回小屋。今天理念有点 lonely。挂念根源了，可能是就是看到大家都一对一对的，都挺美好的。嗯在等根源哦，这个时候他一回头根源就出现了，这就是偶像剧。希望根源明天来的时候可以好好表现一下。我已经像在烤肉一样的烤这几块这样呢，宝贝儿，为什么一个人过来了？你在干啥？就是过来坐坐呗。烧烤摊人太多了，帮不上忙。等他们生起火来，我们就可以去帮忙。嗯。你今天心情咋样？哈哈。今天心情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没有跟我说很快乐，那就是有事儿，我的宝贝儿。嗯，没有，可能就觉得有一丢丢少了点啥，少了点啥，小失落，有点无聊，少了点啥，这是根源，问题不大。Wherever we went, 还有我，哈哈。来，咱们往这走。哎呀，这谁呀？根源来了。Yeah. Perfect. 这样的，要这样。My bro， 哇，没等明天晚上就来了，咋的呀？哎呀，张根源来啦！哇，哈喽，没看到我，没看到你，没看到我，没看到，你为什么背着书包？对啊，你把忘记放了，我应该刚路过的时候放下，我忘记放了。放包，走，放包。李念又高兴了。你们吃了好多东西啊，我看，是不是都是你吃掉的？对啊，我吃的挺多的。你吃的挺多的。对啊。我不在，你就食欲这么好。因为没人讲话。又没人讲话。哎呦，他嘤嘤怪，撒娇一下，小撒娇了已经。那会是为什么？大家都在吃东西、啊。就是这些是我们烤的烧烤。还有没有能吃的呀？水果。西瓜，给你。嗯。哦，专门给我留这么多西瓜。嗯，好像我也没给你留啥。呀。好开心哦。你不是明天来吗？我这不是为了见你，今晚就过来了。
更远帅。真假的？只有鸡瓜吃啊，没别的吧？哎，那个可以吃，那个鸡肉本来就是凉的。哦，对，这个可以吃。你要吃吗？鸡肉吃两个，我这些手抓不会太鲁莽。哦，太鲁莽，太鲁莽了你。来。鲁莽了。这是干净的筷子，你给了个谁的筷子，你都不知道。我的筷子。我的筷子。我真是一整个大兴奋。你的筷子，真的是你的。这好白净啊。他们做了一个果酒，在哪里啊？我想喝。是啊，但是你来的太晚了，大家都已经喝完了。是吗？最 happy 的时光已经过了吗？应该还没有开始吧。嗯。你 happy 吗？不 happy。还行吧。给你。害羞啦。太好了，哇。是吗？这个杯子是干净的吗？是我的杯子，是我的杯子。哎呀！别！你俩够了，受不了了，已经。这是我的筷子，这是我的杯子。啊！救命！我也想走一走。走呗。你下午还干嘛了？下午就是从小屋出发，然后我们坐着 B 车过来了。你是坐后面吧？应该。我坐前面的。你坐前面？对。嗯？怎么不是那个？哎，怎么不是他们两个男生坐前面呢？哎，你管呢？你猜啊。猜不到。发生了什么？我们还没有那个默契。我走了。你干嘛去？还没逛完呢，你干嘛去？哇塞，我的天啊！我为你们举大旗。这个真的甜哎，这真的嗑到了，上头了之后什么都甜。我觉得就是那种，虽然工作很重要，但是你更重要。对，就这种感觉。这应该是可以归为送惊喜了吧？可以啊，每次都在雪中送炭。嗯，这一直以来跟人最帅的就是这个，他就是用行动来表达，不提前做那么多的事情。行动大于一切。嗯，演一个，过来，过来，有事儿有事，看一下你哪里演一个，坏了。哎，这俩要一起吗？啊。合唱吗？情歌对唱。会唱什么？应该现在一点的晴天。嗯，真的会唱，假的会唱。真的会唱。真的会唱。真的会唱。好。哎，你就把你这个置顶吧。不行，先唱晴天。又上分了，这组又上分了。快回去，快点，再点一个别的。哇，你先唱这个。小幸运，你是不是会唱？小幸运一般都会唱。来一首小幸运。好像有人点了，有没有点？没有人点，没有人点。小心愿。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唱？干嘛？想听你唱啊？那我也把大家吓走了，怎么办？这儿呢？我刚刚都没有把大家吓走，你还担心把大家吓走？哎呀！快回去吧。那你应该点什么？我不点了。听众王可以接一接，谁点的？你们点的吗？他点的，香根源点的，香根源点的，我不会，我不会唱这个。可我不记得词儿。你拿那个手机点开。我不记得词儿怎么办？你把手机给我。你把手机。手机不是在这儿。别特别唱吧。你俩一起唱呗。我不会唱，我不会唱，我靠天哪，我不会唱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的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盲
着微笑的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真理所当然的忘记。张悦也有唱啊，所以他是开始心思的表态了。